然后呢盘装，这里有个盘装，盘装我们这里没有零件，我再选一个出来吧。一样是刚才一样的，你要选出来，要对好它的高度，我高度给它20吧，这样的就可以了。我们找它的就是说保三点，这里有一个图标给我们看，这个是第一点，这个黄色的呢来到这里，第二点，这个是指示，找这个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呢你 X 多少 Y 多少你就把它填上这里就可以了，就做这几个动作就可以了。